请掀开经本，第六面第二行，元朝声闻，辟支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这个八相成道第七转法轮，这一段到了幕后的一节，经中所说的都是诸佛如来示现在六道里面为我们做出弘法利生最好的榜样，等这一届讲完之后，我们再做一个总结，如何将佛的示现落实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在自己的工作环境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学到真正的佛法。元朝声闻辟支佛地，就是决定不会堕落在二尘。二尘人在我们凡夫眼光当中，那也是圣人啊，也不是凡夫了。他们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说实在的话，他们那种修持的功夫毅力，我们一般常人确确实实是比不上。但是他们跟菩萨比起来啊，要差很大的一个距离。在此地我们必须要懂得，佛对于小乘人声闻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就是圆觉，在大乘法里面，世尊常常责备这两种人，这个责备实际上是鼓励他们，是劝他们回小向大。小乘虽然破了我执，也就是说执着他舍掉，但是他还有分别，所以他不能够超越十法界，可以超越六道，不能超越十法界。而这些人佛说过了，他们也不过是在偏真涅槃里面住一段时期而已，不可能呢永远堕在二尘里面。
一定会回头的，不过回头啊，早晚不同。圆觉比较聪明，根比较利，回头得快呀。阿罗汉根性比较钝，回头比较晚，决定的是会回头的。这个回头也是回小向大了，一个是根性不同，另外一个是语言有差别。我们一般讲机会也，他要常常遇到大臣，常常遇到善知识，回头就快了。小乘跟菩萨的差别是，小乘人呢不肯主动的去帮别人的忙，像这一段经文下面所说的，做一切众生不勤之友，这小乘人决定做不到的。小乘人不是不度众生，要众生去求他，那么他还得看看你有没有善根，有没有缘分，你有善根有缘分，他欢喜帮助你，也教导你。他看你没有善根没有缘分，他对你就很冷淡了，不像菩萨了。菩萨对一切众生呢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点的德行上比不上菩萨。当然定功道力智慧也都比不上菩萨。纵然菩萨这个断证的功夫跟他相等，这个智慧道力啊不相等。譬如大经里面告诉我们，圆教其性位的菩萨断见思烦恼，他这一层功夫啊跟阿罗汉是相同的，阿罗汉也断见思烦恼，其性位的菩萨也断见思烦恼，所以这是平等的。除了断烦恼是相等之外，神通道力智慧禅定不相等，那个其性位的菩萨呢比阿罗汉就高得太多了。那么这个道理我们并不难懂，菩萨的心量大，阿罗汉的心量小，这就不一样了，这是差别地方。所以华严经在末法时期当机的人呢是什么人？大心凡夫。大心凡夫这个根性呢比声闻缘觉还要可贵，声闻缘觉没有机缘呢修学大经呢，像华严法华了他们没份的。不是佛不平等的，他不相信，他不愿意接受，所以在这一点呢远远比不上大心凡夫。所谓凡夫这一品烦恼也没断，不要说阿罗汉比不上，小乘须陀洹也比不上，可是论心量论见解真的是超越小乘，超越声闻缘觉，
这是说圆教一乘一类的根性啊，这是非常非常的可贵。那么与会的这些菩萨远远的超越而成，这是对菩萨的赞叹啊。下面第六小段，其如三昧，如空无相无灭法门。空无相无灭，无灭有的经里面叫无作，意思相同。大小乘都有，又叫做三解脱门，也就是说这个三法啊，三种法在小乘里面讲呢，你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一定是从这三个法门里面成就的。你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在大乘法里面讲呢，这三个法门呢能帮助你超越十法界，你就证得一真法界了。所以三解脱门通大小乘，这个名相虽然一样，境界不相同。譬如说空门，小乘人证得我空，这就能超越六道啊。大乘人呢，证得法空，不但我是空啊，法也空，所以他能够超越十法界，他能够证得一真法界。空门是从自性上讲的，是从一些万事万物离体上说的，这是经上常讲的，相有性空，事有理空，他能够从相见到性，从事能够观察到理，他真正明了四相是幻化的，像《金刚经》上所讲的梦幻泡影，你不能说他没有，你也不能说他有，你要说他没有，他现象确实有这个相存在，你说他有呢，那个相是假相，不是真相，这个相呢刹那生灭，不是实在的。如果你认为这个相是真有，那你就错了，你就迷在假相上，相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从这个门进去，也就是从这个法门，这个方法，悟如，而了生死超三界，你就是从空门入了。从空门里面呢证道，如果这个门入不进去，学这个门呢不得理，我们常讲的不切机，不切自己的机，自己不是这个根基，修学这个法门呢，你很不容易切入。
啊，这个门不能入呢，还有一个门，无相。啊，入空啊是从空门入啊，这个无相相是有门的。啊，可以从有门里面去入。有怎么称无相呢？因为相是原生的，啊，《般若经》上常讲啊，万法原生啊，与凡是因缘所生法都没有自性。所以从这个地方呢，仔细去观察，看出相是假相。你要真正能够看出一切相都是假相，你就看破了。啊，所以看破是真正明白，真正通达了，这事实真相啊。被你看穿了，看穿之后啊，你对于这个现象自然就不执着了，你就能放下了。放下什么？放下执着。你看执着一放下呢，那六道就超越了啊。所以这个样子入门，那你就是从无相入门。如果这个门也没有法子入，那还有一个门，还有一个叫无愿。啊，无愿刚才说过了，也叫无作。啊，佛法里面第一呢，就是叫你发愿了。那么有愿怎么行呢？愿怎么能成功呢？啊，所以有一些同修来问我。他说我们做好事如果一无所求啊，那才真正好事啊。这个话说的没错，实际上似是而非。你无所求，你真的他无所求了吗？肚子饿了还要吃饭呢，那你还是有所求啊。那累了你还要休息啊，你怎么能说无所求呢？如果到真正无求了，那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最低限度啊，《华严经》上讲的化身大士，那是真的到无念了。他们可以，我们不可以啊。即使在那个境界里面，他还事先有所求。别说是这个圆初住菩萨、等觉菩萨、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来帮助我们众生，也要事先发愿。那释迦牟尼佛不在此地事先的八相成道吗？不是教给我们要发四弘誓愿，阿弥陀佛发了48愿，那怎么无愿？那无愿怎么能成就呢？所以这个里面的文字，它的含义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要是望文生义，30佛都含冤枉，你把它的意思搞错了。这个地方的无愿呢，是说力能所性，这个愿才叫真实之愿呐。世间人，人人都有个愿望啊。可是世间人的愿望不耐久。
过几天呢，他又改变了，那个主意又变了。遇到缘呢，他又退心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他所发的这个愿呢，是妄心的，不是真心的，也是我们一般世间人所谓的，你为什么要发这个愿？那个为什么？你还真的有一个道理，有个理由在那里去做的。你这个理由失掉了，你怎么办？那个愿呢，不是退转了啊，就是转变了。由此可知，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真正发愿呢，没有条件的，诸佛如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没有条件的，对于一切众生有情无情，清净平等的关怀，平等的爱护，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是有条件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有条件，有能有所。能所是二法了，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二法就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所以能够把能所两边打断，这个才叫做无愿，这才叫做真的无足。然后我们才会懂得古大德所谓的坐而无足，无足而足，这是两边都离开了，两边都不执着。不是说无愿就不做了，做啊。你看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这是有愿的。我们再问阿弥陀佛对于四十八愿有没有执着呢？没有，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他就无愿，有愿跟无愿是一，不是二，这个妙了。就由此可知，这个无愿这一门呢，就是常讲的不二法门。所以这个入道，有从空门入，有从有门入，有从不二门入。这个无作无愿就是不二门，二而不二，愿即无愿，无愿即愿，许多大乘菩萨从这个门呢，其如如来果地上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我们修学净土，生在末法时期，这些道理我们要懂。我们有没有能力从这个三门去入呢？恐怕这三门呢，任何一门我们都挤不进去啊，没法子入进去啊。这个三门是通途的途径啊，我们现在要开后门，不走这个三门，所以净土宗叫特别法门门与大道，这个是
正规的三门之外的，还有一门。这一门呢很特别，这一门呢很多菩萨都不知道，所以这一门叫难信之法了。你要给人家说啊，空无相无愿，那大家知道不会怀疑啊，这个都晓得，他很容易相信。你说是念佛往生，他不相信，念佛往生好像没门嘛，不在这三门里面嘛，它是另外一个特别法门，门与大道啊。这是说大小乘一般其如的，无论他修学哪一个法门，说的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到最后啊，归元都不外这个三门。那么这是《大小乘经》上的常说的。而我们净宗也有入门的秘诀，现在我们念佛堂建立，每一位同修进入念佛堂都生欢喜心啊，得佛力加持啊。你看，你没有见念佛，没有进念佛堂之前，你怀疑啊，你很难相信啊。也有人怀疑自己体力不够，这一天一夜怎么能受得了啊，这两天两夜更受不了了。可是进入念佛堂之后，越念越欢喜，自己都感觉到很意外啊，不相信自己有这个体力，哎，怎么两天两夜也行了。你的信心升起来了，不但两天两夜行啊，七天七夜也行啊。你的体力决定够啊，怎么晓得够呢？谚语常讲，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净念佛堂啊，一团欢喜啊，欢喜精神就来了啊。你要进入念佛堂不欢喜，那你精神就没有了啊。从欢喜来的，欢喜啊，是我们这个生理最好的养分。什么样的营养都比不上欢喜的营养，这个要知道。所以佛大乘佛法教人常生欢喜心啊，可是哪有那么多欢喜事情呢？念佛这个才是真正欢喜啊！啊，可是念佛的欢喜要你亲身去感受，你不入念佛堂，你感受不出啊。同样这个道理，所以在我们六道里面，你看色界天人，他不要饮食，所有一切饮食他都断绝了，不但他不要吃东西，水他也不要喝了。色界天人没听说生病的，那么我们要问他，他用什么方法维持他的色身呢？经上告诉我们，禅悦为食，食
是比喻养分啊，我们要饮食来滋养这个身体啊，他们不要饮食，禅悦禅定里面的快乐能养他的身体啊。我们今天在念佛堂时念佛三昧，比那个色界天人的禅悦还要浓啊，还要高啊！啊，他们的禅悦，说老实话，没有佛力加持啊。我们念佛三昧，不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这我常常跟诸位同学报告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加持，你怎么会不欢喜呢？我没有进念佛堂，我听到都欢喜啊，何况在念佛堂当中呢？确确实实法喜充满，精神百倍啊，越念越欢喜，越念越有精神，越念越有体力。常常在念佛堂，诸位如果身体不好，常常有病的，常在念佛堂，那些毛病啊，全都没有了，都念掉了。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啊，要知道不可思议这个佛菩萨威神的加持。所以念佛的法门是无比的殊胜，念佛功夫要得力，这是每一位同修啊都非常关心的，总在看破放下，你的功夫才真正能够得力。我们今天希望不能太高，太高达不到啊。我们把要求的水平降到最低，叫功夫成片。只要你念到功夫成片，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决定有把握。换一句话说，你这一生有把握去做佛啊，在十法界里头，你的选择第一殊胜了。那么有同学来问我，功夫成片的是什么样子啊？这个要知道，功夫成片呢，心里面只有一佛念佛，除一佛念佛之外，其他的妄念没有了。啊，这个妄念是烦恼啊，烦恼的根并没有断呐。啊，根要断掉的话，那这个境界就高了，不容易做到。我们念佛这个念，啊，意也是念。心里面想佛，这个念呢力量强，把烦恼压住了，扶住了，烦恼虽然有，不起作用，不起信心，这个就叫做功夫成片。如果我们离开念佛堂，在日常生活当中还会起贪心，遇到不高兴的还会起嗔恚心，你要知道你的功夫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功夫真的达到这个成片呢，遇到欢喜的没有贪爱心，遇到不高兴的也没有嗔恚心，
你的心呢，永远保持平静，永远保持在念佛堂的境界，这叫成一片嘛。在念佛堂里锻炼呢，至少要练成这种功夫，你才算是有成就啊！你念佛及格了，啊，这个及格就是决定往生啊！啊，要达到这个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有些同学说：“哎呦，这个难啊，啊，好难啊！”没错，是难。哪有那么容易做佛啊？当然不容易啊！这桩事情平时要用功夫，平时用什么功夫呢？看破放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看淡一点，不要太执着。凡事要学大而化之，不要斤斤执着，我们这个功夫才会得力来。样样都很认真，样样都计较，这个很糟糕啊。那这个你要想达到这个功夫这个境界，相当不容易。什么事情马马虎虎，有也好，没有也好，吃亏也好，上当也好，占便宜也好，什么都好。不要去计较，不必去过问。真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一切随缘度日就好。我们居士林的这些领导的一些同修啊，真正很难得啊！我们在旁边观察他们起心动念。这一切作为我们很佩服，他们做得很如法，很相应，都能够大而化之，都能够随缘而不攀缘。攀缘就是我一定要想怎么做，一定要执着怎么做，那就错了。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道理，底下所讲的善利方便显示三乘，善利方便是善巧啊，佛法讲求的是其理其机，其理一定要与性德相应，自信的本具的智慧德能要与这个相应，这七理。如果我们用前面这一句空无相无运，这是性德了，跟这个一相应了，他就超越了嘛。那么念佛法门，你能够与佛愿相应，佛愿本经上讲的48愿，与佛德相应，德是名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名号要翻，完全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无量觉，阿翻作无，弥陀翻作量，佛翻作觉，
换一句话说，时时刻刻在在处处，对人对事对物觉而不迷，这叫阿弥陀佛。迷了就是凡夫啊，觉悟了就是佛啊。所以念念与觉相应啊，这才能入得了门啊。那就是切理呀、啊。除切理之外，还要切机。机是什么？现前大众的根性。佛法是活的，不是死的。佛法是度现代人的，是度我们这个地方人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他不是度古人的，也不是度未来人的，也不是度他方世界人的，是度我们现前大众。你要懂得现前大众之机啊。所以负责念佛堂临终的同修，我昨天特别告诉他们了，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念佛堂临终的同修，自己常常要互相切磋琢磨啊，要互相研究改进啊，不可以执着自己的成见。你一定要明了，诸佛如来、一切菩萨都没有成见。成见是什么？执着。诸佛如来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他没有自己意思啊，是以大家的意思为意思。所以大家欢喜怎么做，那我们就怎么做。人多，那总得立个规矩嘛，规矩总是少数服从多数嘛，这民主制度嘛，佛门3000年前就讲民主啊，就讲共和啊，也讲共产啊，利和同君嘛。那我们提倡最早啊，3000多年就提倡啊，不但提倡，照做啊，真正在干啊。佛没有自己的意思，菩萨也没有自己的意思啊。过去祖师大德所立的这些规矩，是随那个时代众生的根性啊立下来的，立得很好啊。如果我们现在一成不变，照他的规矩去做啊，把百丈清规拿出来，完全照做啊，那变成什么呢？把我们现代人都送回去了，都去做唐朝人，你们都变成唐人了。这个是现在人做不到的嘛，所以一定要懂得他的精神啊，他的原则。至于实际上做法，我们必须要修订啊。你看世间的法律，每过个几年要修订一次啊，为什么呢？10年前定的法律，那个时候当时社会很适用。10年之后啊，这个社会也变化很大了。从前法律啊，现在不适用，不适用就要修改呀。所以这个规矩啊是可以修改的。啊，佛门这个戒律啊可以修改。你看。百丈清规就是释迦牟尼佛戒律在那个时候做大幅度的修改，
变成了中国化啊，现代化、本土化啊，用现在的名词讲啊，就是现代化、本土化。佛戒律的精神原则不变，怎么样做法要适合于我们现代人，适合于我们当地人，这才能讲得通啊，这叫契机嘛。因此古人所定的成规值得我们做参考，你看看他怎么样的变法，我们如何能够适用于我们现前的念佛堂，适用于我们现前念佛的同修，你才叫真正奇迹。我们要懂这个原则，我们念佛堂的规矩根据什么定呢？原理原则不变，里面一些条文根据我们现实活动来拟定的，拟定之后还要常常修改啊，怕定的有些同学感觉到不方便啊，所以真正是临终的同修要学孔老夫子那种精神，入太庙每事问呐。你在临终的时候，这临终同修法师当中要常常请教，今天这一堂课你们觉得怎么样，有没有改进的地方啊，常常请教啊，诚诚恳恳的请教，不是敷衍，不是客气啊，而且常常向每一位来参加念佛同修要多问问他们，多向他们请教啊，使我们这个道场啊天天在改进，改正我们的缺点，我们就有进步了。天天改，天天进步，那还得了啊？所以这个道场啊，自自然然就是这个世间的模范道场嘛。啊，第一道场，第一道场从哪里来？天天改进呐。发现不合适啊，马上就改啊，改了再不合适再改啊，天天在改进啊，这样才能做到契机，这样才叫做恒顺众生，随喜功德。这普贤菩萨这两句话不是随便说的，这两句话真正做到了契机了。那我们修净土，我们的理论依据、方法境界，通通依据《无量寿经》，啊，跟《无量寿经》相应，那就是切理。啊，推行这些方法，一定要每一位同修都能很欢喜，啊，欢喜接受，法喜充满。这个念佛堂成功啊，所以临终的同修没有自己一点点的意思在啊，没有，这世出世间真正贤明好的领袖都没有自己的意思啊，听别人的啊，多听啊，然后冷静地去选择哪一个意见好啊，我们选择哪一个，选择的时候也要征求大家的同意啊，你有智慧有能力将你选择的这个方式
向大家详细解说，征求大家的赞同。那么这样推行起来就方便了吧，善利方便了。那么在大乘法里面讲这句话呢，这佛门里也有个术语，两边不住，中道不存，那才是真正善利方便。你看那个心多清净，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佛学菩萨之处。佛菩萨心里面清清净净，本来无一物，一个意见都没有，一点成见都没有。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也没有一个意思，这个大家要知道啊。所以佛在般若会上啊说他没有讲经啊，如果有人说佛讲经，那谤佛，佛没讲经啊。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所说的啊，说佛说经啊是述而不作，佛自己没讲经，他说的什么？说的是古佛所说的，不是自己讲的，自己没有意思。这是出世间的圣人，世间圣人像中国孔老夫子，他老人家一生也是这个态度，述而不作。孔老夫子没有篡作，都是转述别人的，古圣先贤转告大家了，没有自己的。释迦牟尼佛说了49年，说他不是自己的，给诸位说他真正是自己的。怎么说真正是自己的呢？他所说的是自信的流露，所以说他没有意思，没有意思，不是从心意识里面流出来的，从心意识里头流出来的，那就是有意思了。不是从心意识里头流出来的，从哪里流出来？从真如本性里面流露出来的。诸位要知道，心意识每个人不一样，真如本性每个人都相同啊。那么由此可知，从释迦牟尼佛自性里面流出来的，就是从我们自己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有一天我们明心见性了，然后再展开经卷，全是自己心性里面的东西。而后才知道啊，这个经卷不是释迦牟尼佛的专利，不是他的，一切众生共有啊。你看这对我们多么亲切呢，他见性，我们见性，跟他见性啊，无二无别。所以可以把他无量界中修习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我们所修习的功德也可以变成他人的功德，到那个时候这障碍都没有了。所以自他不二，生佛不二，众生跟佛不二。下面这一句是讲三乘，显示三乘。你看，显是明显，
事是事性啊，三乘法是实现的，三乘法是方便法了。世尊幕后在《法华经》里面说出来了啊，他老人家最后做结论，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啊。那么这就很明显地告诉我们了，三乘是佛的方便说啊，佛的真实说呢，真实说只有一乘法啊。什么叫一乘呢？成佛叫一乘啊，可见的一切诸佛如来他们的本愿，都希望我们所有众生呢，在这一生当中成佛啊，不是叫我们呢做菩萨、做阿罗汉呐、啊，不是的呀。诸佛如来的本愿好，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也非常感激啊。那问题，我们能不能做得到呢？那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一切众生决定可以做得到啊！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可以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这是肯定的啊。那个问题在什么，出在哪里呢？出在你自己肯不肯相信你自己。如果自己对自己不相信，那没法子。佛家里面讲信，头一个信自己。你看欧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跟我们讲信，讲六个。第一个信自己，自己对自己没有信心，不相信我这一生能做佛，那一切诸佛都无可奈何了，你就决定不能成佛。你要问为什么？因为你自己没有信心。这个关系大了，第一个条件呢。第二个信呢，才是信他，相信释迦牟尼佛，相信阿弥陀佛。第二才是信他，第一个要信自己啊。相信自己在这一生当中行，可以做得到。相信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理论方法境界正确，决定没有错误，我肯依教奉行。相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兑现，我依照这个法门修，他一定来接引我往生不退成佛。这是信他了。所以佛法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啊，他们宗教啊，第一个是要信神呐，第一个不是信自己啊。我有一年在美国弘法，遇到一些基督教的牧师啊，三四个人来跟我谈，他说我们这个净土宗啊跟他们那个基督教很接近。我说怎么接近？都是从信嘛，我们信主啊，你信阿弥陀佛嘛。我说不一样。他说怎么不一样？我说我们第一个信自己，第二个信阿弥陀佛。你们完全相信主啊，你们没有自信心啊，那怎么会一样呢？不一样啊。一定要建立自信心啊，所以相信佛所说的佛真的，就希望大家一生当中圆满成佛。那么净土法门真正是善利方便这四个字讲到究竟处啊。
这个法门的理论懂不懂没有关系，不懂也能成就。你说这个多方便，这多么善巧，不懂都能够成就，老实念就行，那我们为什么还讲经呢？我们只因为讲经啊，是大家了，没有福啊，所以天天在讲经啊，没有福报啊。什么人有福报呢？老实念的人有福报，天天一句阿弥陀佛，什么都不想，那种人有福报。我们为什么没有福报呢？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所以这就没有福报嘛。因为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所以才要给你讲经啊，叫你觉悟，叫你明白。如果一天到晚胡思乱想没有了，一个妄念都没有了，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三藏十二部啊都可以当作垃圾处理掉了，不要了。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废话了。所以佛度众生呢，两种人最好度啊，一个上根立志，一劝他他就通达明了了，他一个妄念没有，老实念了。另外一个下愚，上智跟下愚最好度，下愚是他也不想懂，叫我念我就老实念，就一天念到完，他什么念头都没有，这种人能成功。最难度就当中这个半吊子啊，难度啊，我们就属于当中这一类呀，这很麻烦了。所以世尊49年辛辛苦苦都是为我们这帮人。那么这个不能不把这个道理啊、方法境界细细来说明。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才肯放下。所以放下是大福报啊！这世间什么人最有福报啊？没有妄念的人有福报啊！绝对不是说有高的地位、有多少财富，不是，那不是福报。现前虽然享受物质生活，你能享几年呢？死了以后怎么办呢？三途六道去流转呢，那算什么福报啊？心里头一个妄想都没有，一天到晚一佛念佛，这个人过几年他就做佛去了，这才叫大福报啊！你真正通达明了，才知道念佛堂功德的殊胜无比也。所以佛三乘是方便数，那五乘更不必讲了。佛的目的是教我们一生成佛。有人怀疑我很愚痴，我造的业障很重啊，罪业很深，能成得了吗？这一句佛号在我们这个念佛堂一句佛号，经上讲的消80亿劫生死重罪，你们念一日一夜念多少啊？你就算算那个账啊，你消了多少罪业了？不可思议啊！佛讲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确实有这样的效果。可是念了一日一夜，业障还是重啊！众说。你的业障太多了，一日一夜已经消掉了，消掉了那么多，你的业障原本比那个不知道多多少倍呀，你还得要消啊，天天来念呢，天天来消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再重的业障，如果是继续不断，佛经上讲的，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夹杂那个力量最大。你能够不间断继续念上3年，你无量界的罪业统统消尽了。
怎么知道呢？你往生的时候自在啊，站着走，坐着走，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凡身同居土啊，都是摄报土往生啊。我们这个经里面三辈往生的，你是上辈往生啊。你才晓得这句佛号消业障不可思议啊！所以清朝初年啊，乾隆年间啊，灌顶法师讲的话很有道理啊！啊，慈云灌顶啊，他在《观无量寿经注解》里面说的啊，他那个注解叫《观经直指》啊，收在《大藏经》里面啊。他说：“众生无量劫来的业障，极重的业障，在佛法里面，任何。”经论任何忏法都忏除不了的业障，换一句话说，就比如跟生病啊，那个病毒太重了，所有医药都失效，都治不了这个病，最后还有一个方法，念佛可以能消除。你才晓得念佛功德多大了。念佛这个法门是多么殊胜，他说的话有道理。我读了他这个注解，我非常佩服。他要不是过来人，不是其如这个境界，这一句话说不出来啊！绝对不是普通人能说得出的。灌顶法师在佛门算是个大通家了，啊，宗教邪秘他都能贯通，他的著作很多，非常丰富，在万字续藏经里面收得很齐全，大概有30多种。这个楞严经它有注解，自古以来楞严经里面的楞严神咒没人注过，他老人家注解里头连楞严神咒他都注出来，所以古今注楞严神咒只有他一家。所以这是说明三乘十方便说，一乘才是真实数，而一乘里面就是念佛往生净土啊，所以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啊，都劝人念佛，一切诸佛如来都讲净土经啊，其他经典不一定会讲，要看契机，不契机佛就不说了。唯独这个净土三经是决定会讲的，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讲的，为什么呢？他能起一切众生之机，所以一切诸佛如来必定讲净土三经，必定劝人念佛求生净土。那除非你不相信啊，你不喜欢这个法门，佛才开别的法门，那开三乘了啊，这个是显示出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你不求往生啊，你求别的也行，也教你
佛不舍弃你，甚至于你说做人还不错嘛，佛也叫你，叫你来生还得人生，还得做人，总满你的愿呐。你想做人，就教你做人的方法；你想升天，就教你升天的方法。你看佛确确实实没有固执，没有成见。佛不要求众生随顺他，他能够随顺一切众生，了不起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要学习的能够顺别人，不要要求啊别人顺我啊。这个学佛连这一点都没有学到，那就很可惜啊。这都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之中。转法轮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是第八项，入般涅盘。于此中下而先灭度，这一颗只有两句啊，这个两句意味很深长啊。佛菩萨有没有灭度呢？给诸位说，没有啊。佛所证得的是不生不灭，哪里还会有生死呢？所以这个生死啊，是实现啊，就像上舞台上表演啊，上台下台表演呢，不是真的。所以于此中下，对中下根性的人讲灭度。讲出生，讲灭度。上等根性的人，他很清楚，佛来而无来，去无所取。啊，《般若经》上讲的如来者，如来是什么意思呢？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那叫如来啊。这个意思是就显示出来了。如来是出生，生而不生的，灭而无灭，根本就没有生灭啊。这个没有生灭的这个道理，我们留在华严经上说啊。华严经上有一段讲到不生不灭啊，再跟诸位详细来讨论啊。确确实实没有生灭，诸佛如来没有生灭，那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生灭？我们也没有生灭。假如我们有生灭，那我们跟诸佛如来不就两样了？我们跟诸佛如来不相同的，只是迷悟不同。除了迷悟之外，没有一样不同。譬如这个不生不灭吧，他清楚明白，他觉，我们对这个事情啊不清楚不明白，以为真有生灭，错了，错觉。所以说真的不生不灭，说真的呢，我们没有人懂，大家都会抗议啊，你胡说八道啊，说假的都点头，不错，都承认，你说这有什么法子啊？所以诸佛如来啊说真话了，只有在华严会上
对那些化身大师那讲真的啊，那些人给他讲真的都点头啊，跟他讲假的都摇头啊。换在我们这个场合，讲假的大家都点头，讲真的都摇头了啊。这就是我们跟佛菩萨不相同之处。实在讲啊，就是迷悟两个字啊。这个一切万事万法体性现象作用与迷悟不相干的，这个里头没有迷悟啊，迷悟在人呐，迷悟不在法了，法里头没有迷悟。正因为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所以佛才讲啊，唯说一乘法。也就是说，一切众生确确实实可以平等成佛。上从等觉菩萨，下至阿鼻地狱，可以平等成佛，你说这还得了吗？能令一切众生平等成佛的，以什么法门？给诸位说，任何一个法门都做得到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可是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啊。从跟众生根性这边来讲，那个平等成佛了，念佛法门呢，那就最殊胜啊。要从理论上讲呢，任何一个法门都一样。众生的根性不相同啊，机缘不相同，遇到那些法门呢，我们还是不能成就。没有这个法门来得方便，来得殊胜。所以世尊这个示现八相成道，都是对中下根性人来示现的，才有八相成道。上根里头没有啊。所以他是中下根性的，这来演戏啊，来表演。让我们从他表演当中去体会去求啊，目的都是叫我教，希望我们大彻大悟啊。下面这是第三个大段啊，这个是第二大段里面，我们也分大中小三段啊。第二个大段里面的时候，这是第三段啊，得用无方啊，这是赞叹啊。请看经文，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这一小段是讲定慧等持经文，虽然不长，意思很深很深。说这些菩萨为一切众生示现八相成道，能做这个示现的人，
在大乘佛法里面讲，原教初住菩萨就有这个能力啊。那么初住菩萨他的功夫见思烦恼断了，尘沙烦恼断了，四十一品无明他破一品啊，破一品无明就有这个能力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能示现什么样的身，破一品无明就能够千百亿化身我们如果要想成就这样殊胜的功德利益，不修不行啊！这个功德利益太殊胜了啊！实在讲啊，我们非常向往啊！啊，能不能得到的？能不能很快的得到的？能啊！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得到了。而且得到的比云初住的菩萨殊胜太多太多了啊！这是净宗法门的不可思议啊！你看看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实在讲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呐！啊，你凭什么往生的？凭这个忆佛念佛的功夫把烦恼控制住，伏烦恼不是断烦恼啊，断烦恼太难了，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真的不容易啊。所以无量法门他们的标准都是断烦恼，只有念佛这个法门他不要断烦恼，只要求你伏烦恼，伏比断呢容易太多啊！啊，说老实话，伏烦恼是每一个同修都可以做到的。啊，问题是你不肯做就没办法了，你要肯做，通通做得到啊！啊，讲断烦恼，那不是一般人容易做到的。啊，伏心。只要忆佛念佛功夫深就能扶住啊。所以我刚才讲过，我讲这个也是有事实做依据的啊。自古以来在念佛堂念佛的人，你看念个三年五年成就的不知道有多少啊，太多太多了。可是这个念佛堂一定是如法的念佛堂啊，大家在一起都是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才如法了啊。依照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啊理论原则去修学，这个是真正的念佛堂，如理如法的念佛堂，三五年成就的不得了的成就啊！世间哪里能相比呢？没有能比的。出世间声闻缘觉菩萨都不能相比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吗？经上讲的太清楚了，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看到，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经文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的，两尊佛都是这个说法了，我们还能不信吗？阿惟越智是
七地以上啊，这就是说明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一品烦恼都没有断，下下品往生，而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啊，自己的智慧禅定神通道力仿佛跟七八地的菩萨一样，那不是自己真正修道的，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你说这个多殊胜，多难得了！我们只要咬紧牙根呢，用上三五年的时间就成功了。人家三五年去念个佛学院，念出来还是生死凡夫；念佛堂里面三五年，后有他做佛了。你怎么能比得上？比不上啊！啊，所以这种里面的利害得失，啊，自己要好好的去盘算盘算，啊，而后才有真实智慧的选择。啊，这不搞这世间法了。念佛堂三年五年，你得念佛三昧了，功夫成片是念佛三昧里面下品，四意心不乱呢是中品念佛三昧，理意心不乱是上品念佛三昧，你得念佛三昧了，就是此地讲的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了。此地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就是念佛三昧，就是功夫成片了。所以利益真正不可思议啊！那么无生无灭，别的地方难讲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真的就是无生无灭。念佛人在念佛堂下定决心，现在就无生无灭，不是说我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无生无灭，现在就无生无灭啊！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境界是我们现证的境界，了生死出三界就在现前了，如佛所证，如化身大师们所证，三摩地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叫正受，也翻作正定。受是享受，我们在生活当中种种的感受，这个受是正常的。正常鉴别六道凡夫的受不正常，佛讲六道凡夫有五种受，这是佛经上常讲的。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种种感受啊，无量无边的。佛讲无量无边的感受，归纳成五大类，叫五种受啊。
这五大类呢，分作身心两边来说。身有苦受，有乐受，再多的感受啊，总不出这个两大类，苦乐两大类。这个心里面呢有感受，我们讲精神生活，佛也把它归纳为两类：忧喜。你心里忧虑啊，欢喜啊，所有的感受啊，也不出这两大类。另外一类呀、叫舍受。身没有苦乐，心呢也没有忧喜，这个时候的受不错啊。苦乐忧喜暂时停下来了，这个时候叫舍受。六道里头一切众生的受啊，总不出这个五大类啊。实在讲，五种受里面的舍受就是正受。正受啊，它为什么不叫正受，要叫它做舍受呢？它那个正受时间很短，不能长久保持啊，所以是暂时舍苦乐忧喜啊，不是真正的禅定，不是真正的正受啊。你讲这个色界天、无色界天，他们都是住在舍受，无色界天最高的，飞翔飞向天，寿命八万大劫，那个时间太长了，无法想象啊！诸位要知道，一个大劫是一个世界的沉住坏空啊。这一个世界沉住坏空多少次呢？八万次啊！你晓得这个时间多长啊？他那个舍受有那么长的时间，八万大劫过了之后，他又起心动念啊，他又有忧喜苦乐，所以他不是永恒的，因此。四禅八定，这个世间禅定呢，通通属于舍受。到什么时候啊，才能称为正受呢？超越六道轮回，楞严会上世尊所讲的阿罗汉正九次立定啊。你看，八定是飞翔飞翔出天，第九定呢，超越了。第九定超越三界六道，这个时候叫做正受，他不会退转，所以阿罗汉不会退转了，他得的是正受，他得的是三摩地，得的是正定正受。那么通常讲，一切禅定都能够实现啊，让心离忧喜，身离苦乐啊，身心安稳呐、所以都称之为三摩地啊。那么这个地方的三摩地是高级的，不是普通的，因为是无生无灭。这个正受啊就高了啊。那么我们凡夫这一品烦恼没有断呢，要想得这个境界了，最方便的法门念佛求生净土啊。只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三摩地你就证得
啊，这个正德说实在讲，不是靠自己的功夫，啊，所以净宗法门叫二力法门。我们自己的力量就是忆佛念佛，啊，把自己的烦恼习气呀，控制住，啊，达到功夫成片，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境界，这是他力，这是阿弥陀佛的力量，叫二力法门。这个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啊，唯独净宗啊讲二力法门。下面一句是即得一切陀罗尼门，啊，陀罗尼也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的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是古时候啊以的名相，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纲领的，啊，大纲，啊，整个佛法的总纲领就叫陀罗尼门，啊，你把总纲领呢掌握住了，啊，你得到了啊。在一般解释，这个总纲领呢，最常讲的，一切恶不生，一切善增长，啊，这是陀罗尼里门，啊，这是这个总纲领。我们今天念佛人，这个一切陀罗尼门，就是智持名号啊。诸位想想，一天到晚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的念头通通都没有了，念头没有了，就是住卧不生了嘛，啊，不要说造卧了，卧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一句万德洪名，是出世间第一善法了。一句一句接着在念呢，叫善增长啊，一切善法在增长。诸位呀，进入念佛堂，你就得一切陀罗尼门。啊，虽然你离开念佛堂呢，功夫就失掉了，又乱掉了。啊，可是你呀，在一个星期里面，能够有一天的时间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了不起，不容易呀。每一个星期都来训练一次，训练个两三年，你的功夫还得了啊？那如果你有时间，你有空闲，天天来受这个训练，那三年你就成佛了。无量界的罪业都消得干干净净。我们在《往生传》里面啊，看到的，我们在一生当中啊，常常看到、听到的很多啊，啊，念佛往生的，有站着走的，有坐着走的，欲知时知，不生病啊，啊，走得欢喜，走得自在啊，走得潇洒了。那是什么功夫呢？都是念佛功夫成就的。在有些人听到，哎呦，这个念佛堂
念上三年就要死了，不能去啊，这还得了啊？这吓坏了啊，还得了吗？有这种念头的，迷惑颠倒，舍不得六道轮回呀、啊，舍不得三恶道啊，还搞这个？贪生怕死啊！你还有生死这个妄念没有卸掉？念佛法门里没有生死啊！你不要那是以为是死，没死啊！往生是活着往生的啊，死了就不能往生啊！所以这个法门呢，叫无生无灭这样啊。为什么呢？往生的时候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佛来接引，我跟佛去了。这个臭皮囊没用了，因为到西方极乐世界要换一个身体啊，啊，要换一个紫磨真金色身呐、啊。到那个地方相貌庄严，要跟阿弥陀佛一样的相貌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我们这个相太丑陋了，到那里去没有人欢迎啊！啊，所以我们要换一个身，要换好相，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这身体不要了，丢掉了。活着走的决定不是死了走的啊！所以我常常讲啊，我们这个法门是不老的法门，不病的法门。不死的法门，你到哪里去找去？我讲的通通是实话。只要你念佛，心地念到清净，刚才讲的，什么病苦都会念掉了，都没有了，你不会生病啊，你不会衰老，天天欢喜啊，欢喜就年轻啊。人为什么老了？忧虑就老了。古人常讲的忧能使人老啊，你常常忧虑你就很容易老化了，你的心里常常欢喜你怎么会老呢？你不会老啊。所以在念佛堂里头啊，身心世界一切放下，法喜充满，你不老不病不死，你做佛去了啊。而且真的到这个时候，功夫成熟的时候，生死自在啊！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你想多住几年不碍事啊！功夫成熟之后，那不是业报身呢、啊。我们今天想多住几年不行，那寿命到了非走不可啊！不得自在啊，寿命没有到想死死不了，寿命到了想活活不了，真麻烦大了。你念佛功夫成就了呢，你就自在了，想多住几年也不该死，想早一点走行，就可以提前就走啊。那么到那个时候，你自己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了。如果说是在这个世间多留几年，留几年的理由是什么呢？度众生了。还有一些与自己有缘分的众生，你要为了帮助这些众生多住几年，度他们，这才是理由啊。
决定不是贪图这个世间享受，那个世间的享受跟极乐世界怎么能比呀？啊，在我们这个地方住这个房子算不错了，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房子没人住啊，人家都是七宝宫殿呢。啊，我们这上面你看画的这些浮雕啊，贴的这些金，那是金箔狠箔贴了那么一层啊。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东西纯金啊，哪里是贴的一层啊？啊，你看地下琉璃地，啊，琉璃是什么呢？现在我们世间人所讲的翡翠，啊，在佛经里面称琉璃，绿色的玉，玉里头是最宝贵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大地是琉璃呀，透明的，所以从地面看到地底下，啊，那是地呀。黄金为地，那个地是铺马路的，啊，像我们铺地毯铺马路用什么铺啊？黄金啊。你怎么会对这个世间有留念呢？那太奇怪了，没有这个道理啊。啊，饮食，你看经常讲的想吃什么，念头才一动，哎呦，我菜都摆满了，是不是啊？到那个时候一想啊，我们已经不是凡人了，不是六道众生了，啊，这是那个念头啊，想吃东西念头是六道里面的习气，习气起来的时候，它居然就现行，一觉悟啊，这马上就没有了，啊，就又化掉了，干干净净的，这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厨房啊，哎，也没有落锁。你舍多自在啊，你所住的这宫殿干干净净，这个里面空空荡荡，什么都没有，那位要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现前，不要了，不要就没有了，你舍多自在啊，哪里像我们现在这东西放得乱七八糟一堆一堆的啊，收拾起来都相当麻烦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些现象通通没有了。你想想看，人家功夫到的时候，他为什么不赶快去啊？他去享福啊！啊，所以两个世界一比较啊，那差太远了。啊，所以他有那么大的福报，他不去享，他留在此地，那是叫舍己为人。啊，帮助一些人，有缘多带一些人去。理由在此地，所以如果自己没有这些缘分啊，跟众生没有这个缘分，他功夫成就了，没有一个不提前去啊。那我们一般人想去去不了，没无可奈何啊。真正有这个能力，谁不希望早一天去啊？早一天见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每一天供养不止十万亿佛，弥陀经上讲十万亿佛，那是别有用意。实际上啊，你每一天去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啊，世尊给我们讲十万亿，是为我们这个世界众生说的，因为这个世界众生情执很重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总想的时候，哎，这地球从前是我们老家了，老家现在怎么样了，咱关心一下吧啊，所以才讲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个意思就是你随时都可以回到地球上来看看了，啊，所以佛说法了，用意在此地。啊，实际上的能力比这个超胜太多太多了。啊，这样美好的一个世界，到那里去有这样殊胜的成就，
那我们为什么不去？那么这个两句，我们如果修其他法门，很不容易得到的。可是修净土法门呢，是轻而易举就得到。所以这个对于其他法门，其他法门里面的菩萨门，真正是难信之法。所以不入这个境界，他不相信的。难信之法，我们也能够体会呀。你看看我们这个念佛堂，我们跟大家说，这个念佛堂很殊胜。怎么样好？他听到之后不相信啊，他都难信啊。到这个里面来念几天呢？他相信了。你看连这么一点点小事情他都难信，何况这个佛经说这么样殊胜圆满的境界。所以细心去体会呀，将这个小事就比这些殊胜之事啊，我们能够体会到一些，增长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的愿力，信愿念佛，求生净土啊，决定成就。那么底下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华严三昧意思就很深的。那么什么叫华严三昧？六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自己的真心。你能够明了通达，这就叫华严三昧。那么这是古大德对这个名相简单的解释，他解释的没错，我们听了还是听不懂，所以什么叫法界？什么叫自心？什么叫了达？你要不搞得很清楚、很明白，你对这个名相术语啊，不可能没有疑惑啊，你就不能得其受用。那么这个一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再细说。